咧，疫情期間咧，雖然少咗 show 啦，咁但係創作咧依然係不停嘅，仲要多咗添，因為多咗時間見啊嘛，大家。始終我哋係一隊 band 啦，即係我哋好需要時間去創作嘅。咁好慶幸喺呢段疫情期間，雖然冇 show 出，但我哋都好齊心去一齊做歌咯。希望大家都唔好俾個疫情影響到自己嘅心情同埋向前衝嘅動力。希望大家都加油努力，一齊抗疫。